哎呀，我老长时间没吃这烤牛骨髓了啊！来一个，没烤那么太大劲儿，这是一整条，给你们抠出来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这得从这边抠。要这鸡蛋糕这么推，早碎乎了哈。这种硬的骨头不咋好吃。喜欢吃这种颤颤巍巍的。哎呀妈！这牛骨髓这两天做的是越来越可怜了，这是史上最惨牛骨髓了。看，谁让人牛骨髓不干不大劲儿了？一说一呼，再说那样，不大劲儿了呗。你这样也行，要不然老煮这样，他们该说这都是鸡蛋糕的了。一共煮了九个，那四个都飞了。你看，我擦扔里，它掉出来。靠那个！妈呀，这家出不来了。还那么点玩意儿，这我都气死你！看。都瘪了，你再说这还挺香。我这个老黄喜烧，原油骨髓。今天这个头大呀！哇，一下，我不能让那个气球，气球。他
拍视频去，妈妈。香啊！哎呦我去！这大家伙一口上头啊！又来吃真假牛骨髓了。上鸡蛋糕吗？哇！这咋的了？这是？别想埋汰啊！别想看一眼。他说是不是鸡蛋糕了？鸡蛋糕里边是没有这种经络的。牛骨髓来了，哇，嗯，今天多煮了几块。哇，看，哎呀，不行啊，下次还煮五个吧，超过五个就上头啊。又来吃原油大骨髓了，哇，嗯，
这里边不好抠啊。四圈得勾一下子，要不然下不来。这个是纯牛骨髓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毛鸡蛋糕是不可能这样的。嗯，哎呀，好多天没吃骨髓，真香啊！用这个听老半天了。不然不能多吃，一顿就吃这个正好。原油牛骨髓又来了，今天是我妈给我糊的，哇，一整坨，看着吗？很香啊，姐妹们。嗯，挖掉了。我妈今天给我卤的几块都很大。妈，今天牛骨髓咋这么香呢？这里边有多余，好多垮不下来的。这咋还剩半拉呢？哇，它是个油汗，瞅瞅，呼呼啊料。这回谁要再说它是假的，我就呼一个给你们看。下鸡蛋糕呼呼这么下油啊，老香了，今天这骨髓嘛，绝了，牛骨髓来喽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嗯，
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。推一个出来，嗯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妈，这口真香，嗯，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今天这骨髓整的老着馅了，我在锅里捡了这么一根，我就腰脚的是哪个骨髓互脱骨了，没了。这么大一个骨髓，不大劲儿成这点儿。然后这个呢，还没打地儿，瞅瞅。嗯，哇，香。这就抠不出来了，长在这里边了。这家更搞笑，这个有人说像鸡蛋糕，我真就不反，真就不反驳了。瞅的真是确实有点像哈。这骨髓今天整了个稀碎。还有一个，这肉骨髓咋糊的呢？看，但今天这骨髓是真香，又来吃牛骨髓了。看，哇、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大坨！哎呀，会拉丝儿的。给你们看一下里边的结构，嗯，这是挖不下来的啊。
纯牛骨髓，哇一声，哎呦，里边是这个样子的啊。能看出是油的形状，看鸡蛋糕外边是没有这层皮的，有膜的。哎呀，今天是老妈给做的牛骨髓，说要掉出来，先把它给解决。哎，你别说，看着这样看，隔着屏幕看，是不是像鸡蛋糕好？闭嘴！哎呦呦！先放着啊，一会儿再剪。这纯油老吸引了，一会儿给你吃，闭嘴。一会儿的啊，给你留啊，还是烤的比这个好吃，这个有点腻人。原油牛骨髓来了啊，看看，不是鸡蛋糕，你自己挑一块。咋了？你又吃不了？你咋了？
你给解了吧。真冤有我哟！上面我不要。多香啊！这玩意不能多吃啊。又来吃大骨髓了。哎呀，这几个好大呀，姐妹们。一口一个，像豆腐脑一样。烤牛骨髓来了啊！今天是先卤后烤的，纯原油骨髓。哇，这就烤酥酥的了，看着没？哎呀，火大了就酥酥了，这块得更香。哎呀呀！牛骨髓，今天这个骨髓卤的巨香啊。把这个肉啃掉，让你们老说我不换道具。这个是骨头头，呀，这个骨头有点黑呢。
哎，来一大块。一挖这玩意儿老过瘾了。这个不用挖了，掉出来。还有一个。嗯，今天这两个巨好吃，这俩应该是一个牛的，这仨应该是一个牛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新鲜。你看他俩一个色，真是汤仨一个色，汤仨一个色，这三块老香了。牛骨髓，今天是炖的。纳闷了，你啥眼神能看成是鸡蛋糕呢？嗯，这是纯油的牛骨髓，不来点酱油龙？哎妈，你真实惠呀！还没压到点，没滋味，今天没炖进去。下次还是做烤着吃的好吃。